范林杰推着往里走，好球，这球传给李慕豪，来了个隔扣二加一，我的天！好的，各位腾讯体育、腾讯视频的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由腾讯体育为各位带来的 CBA 2018-19赛季常规赛的比赛。啊，不仅立马就是三分球的机会，打一个 answer ball。在这一节呢，深圳也是进了三个三分球，不过这三个三分都是伯顿一个人进的。下面朋友说看到斯蒂了啊。如果呢，这老外啊，这 King 怎么翻译啊？就是 D。好的，这边比赛回来啊，咱们继续再来看两队的第二节比赛。同时呢，也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留言互动。这边一上来之后，给到高位，三连杰推着往里走，好球！这球传给李慕豪，来了个隔扣二加一，我的天！斯贝茨就是这样，没办法啊，你指望着斯贝茨能跳起来能在面前形成阻碍是做不到啊。李慕豪也是在上半场比赛中拿到5分5个篮板，五个篮板里面有4个是前场、空中接力并没有，没有打成二加一，有点可惜了。这球给过来其实可以直接在空中终结的。两发都有，那这样呢是两分的分差。拿到，萨林杰又是持球推进，好球，这个篮下，哎呀，真是空无一人啊！小朋友问啊，问我为什么不回答？比赛结束，让我们恭喜深圳马可波罗在主场收获了一场胜利，战胜了时代中国广州队。就今天的比赛来说，深圳那边在上半场表现其实并不算太好，但是凭借着于德豪的发挥，凭借着伯顿的出色的表现，还是顺利的赢下了比赛。这比赛呢，在第三节后半段。